大家好，我是菠萝。我们现在在福州，大家都知道福州最有名的美食是鱼丸。我们今天要寻找一下福州最好吃的鱼丸。我们网上选了几家比较有名的鱼丸店，我们今天要看看价格和味道都什么样。希望一整天光吃鱼丸不会拉肚子。福信鱼丸，这边这么多不一样的。要一个大鱼丸和一个小份鱼丸。明白，我们会这样。哦，这么快！大哥，谢谢。哇，这么大！天哪！我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么大！怎么办啊？这么大！这是第一家。哇，这么大！这个大鱼丸是用什么鱼做的？鳗鱼。哇，而且里面太香了，这馅儿太香了。哇，那个汤太香了。哦，这个小份儿的来了。请问这个小的鱼丸是什么鱼做的？鳗鱼丸。里面四袋鳗鱼丸，鳗鱼鱼丸三袋都有的。对，那个小的感觉比那个大的硬一点，但馅好像是一样的。但是他们说这是不一样的鱼哦。能吃出来那个外面跟那个大的不一样，我比较喜欢那个大的。这个是一大一小，你们看看它们的区别。大福星鱼丸，要一碗鱼丸吧？一碗鳗鱼丸，鳝鱼丸，鳗鱼丸还是鳝鱼丸？哦，能拼吗？能两？练两个14块钱。这就是我。鳗鱼丸，谢谢。哪个是鳝鱼丸？大的是鳗鱼，小的鳝鱼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鱼腥味是吧？是比刚才那一家大一点。感觉里面那个糖没有刚才那家那么多。尝尝鳝鱼丸，我不知道鳝鱼是什么鱼。有区别吗？感觉那个鱼丸这个好吃一点，那个鱼丸大一点。确定是鳝鱼啊，不是鲨鱼啊，还是我们听错了？应该是鳝鱼吧。鳝鱼，鳝鱼、啊。不会啊，还是我们听错了。我真的，我还没点菜。哎，老板，这是鳝鱼啊。鲨鱼。鲨鱼啊。很抱歉，误食鲨鱼了啊。对啊，我这是可以吃的，是吧？这是可以吃的吧？我看这每家都在卖啊。鲨鱼，应该是人工养殖的鲨鱼，这上哪儿海里抓那么多野鲨鱼啊？不就今天周六，好多人呢。是啊。可以直接散开了，早6点钟回到不该。永和鱼丸。这有一个五福临门，里面有鳗鱼丸、鲨鱼丸、肉燕和鱼卷，我们尝尝这个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我们咱是买的最贵的，但是份也最大的，而且最丰富的。甚至那个糖我感觉更浓一点。真是，那个糖也比刚才那两家咸一点，香一点。鱼味比较淡，比较干，但是味道是挺好吃的。这个里面有肉燕和鱼卷儿，像一小馄饨一样。挺好吃，这个鱼味是最浓的。那这个是鲨鱼吧？就是那个鲨鱼那个鱼丸比那个鳗鱼鱼丸大一点。我不想说的是，还是鲨鱼好吃一点。
获奖可生鱼丸。鳗鱼丸和鳗鱼皮拼一碗吧。来了。这个鱼丸挺大的。是，先尝尝鳗鱼皮。不知道会不会腥啊？这是我最怕的。你们觉得会不会腥啊？是挺腥的。我在这儿都闻到了，你吃完之后就吹过来的那个味儿，确实是鱼皮味儿还挺大的。这个里面就是那个糖，我喜欢的那个糖，感觉有一点点油，而且我感觉这儿馅儿是最多的。这家吃完嘴里那个鱼味儿挺大的。好的，那福州最好吃的鱼丸店是哪一家？你觉得呢？我还是觉得是个人感觉，我还是觉得第一家是最好吃的，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腥味啊。然后他们那个鱼味比较淡，但是那个馅儿的味特别特别香，还有很多糖，我特别喜欢。你呢？我作为东北人，我觉得福州的鱼丸跟我想象中有点不一样。就是口味很淡，可能也是因为它比较新鲜的原因吧，所以我觉得第四家吧，那个配上鱼皮之后，鱼的味道我能吃得到，这个比较符合我想象中鱼丸的感觉。好，那你们还有什么在福州比较有名的鱼丸店，或者是你们所在的地方有没有这种鱼丸类的东西可以推荐给我们，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哈。别忘了1.3连，下次再见，拜拜拜拜。